你看哦，这是我的防水工程，做一半又要先停下来了。今天是礼拜五，说五六日一，我可能会下雨。你看这几天都有些毛毛雨啊，我昨天早上还漆那个面漆，现在上面是有一点水渍啊，有一点积水，水渍，有一些些的那个积水。先到这边，可能要等礼拜一、礼拜二晒太阳，礼拜三晒太阳，可能要到礼拜四才能够再施工了。先到这里，缩小，一